呢個係最大面積嘅117平方米嘅，係做到三房嘅。呢個係佢嘅一個食廳，同埋帶咗一個超大嘅陽台嘅一個位置。呢個係客廳，呢度係廚房。都是洗手间，公室翻嚟嘅一个洗手间。呢系一间房间，仲有一个飘窗。呢一间系个书房嚟嘅，都可以做翻一个间房嘅。咁呢间就系最大嘅一间主用房啦。都是有一個洗手間公室翻嚟，有一個飄窗。